大家好，我是旭哥沃凯岸，欢迎收看旭哥手游攻略。那今天这个来讲一下这个模型少女 Awake。那首先进入当然就是来领一下礼物啦，每天进来就可以领一下很多礼物，领个钻石啊，领个一些道具。但是每天可以选那个心愿奖励啊，来选一下好了。那还没订阅频道，记得订阅，随时观看这个旭哥手游攻略，这个模型少女的手游攻略。好，每天进来先领一下东西，任务。好，那今天好像有送一些就是道具在信箱，我看一下好了，有送一些碎片，那大家记得去换一下，看一下，可以合成，好，合成一下。哦，获得模型，艾里克西亚，哎，这个好像有，不是吗？好。那我们就来继续。那顺便讲一下好了，就是今天来分享最新的这个礼包嘛。那先讲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在平常在哪里找呢？在旭哥这个频道呢，我会做一些手游，平常就是比较常玩复活邪神啊一些游戏啊，最常玩复活邪神，然后有抽一些鬼灭之刃转蛋，你在这边都有一些频道可以看，就是播放清单。鬼灭之刃，然后再往下滑，这边一个旭哥手游攻略 and 初体验，那就是玩一些手游啊、试玩啊，还有就是各种游戏，都是在边做一些攻略啊、礼包嘛，我都会分享在这边。像最近这个模型少女 Awake 这边就有，那像之前死神啊，或是像精灵乐章一些手游的初体验，还有礼包嘛，我都在这边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一些攻略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回到游戏，所以大家可以在那边找到很多就是手游。刚开始只要我有玩的话，我就会分享一些攻略在那边。好，哎，可以免费抽一下。这个是什么？啊，我们先抽一下。啊，哎，这个是。啊，再抽一次啊，反正还有一张，看不会歪到什么好东西。纸。陶乐斯好像都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好。那我们怎么样换礼包嘛？之前我有讲过，在旭哥手游攻略里面。那我再讲一次，在右上角这个齿轮点进来，然后这边有一个礼包兑换，在那个头像下面切换伺服器下面有一个礼包兑换，系统公告上面，然后切换这边有一个礼包兑换。那最新的一组礼包嘛，分享给大家，就是七个 V， 蛮简单的，你只要输入七个 V 就有了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七个 V 你就可以拿到了，确定。那这个我看一下是什么东西，你就可以去信箱找七个 V。那你这个可以拿到高级兑换，还不错，就是可以换东西。所以大家赶快去拿吧。那之前也有分享八组给大家了。那这个召唤的话，你可以去抽，像我可以再去抽一下。这个就是高级召唤，这个就看有时候会看不会有机会歪到那个，再抽一次。单抽看看，啊，都抽到烂东西。好，那我顺便把之前的复习一下好了，因为有些人说有跟我说可能好像不能用，可是我觉得都可以用。那其实你可以就是去洗，就是手抽，就是你在那个就是系统设定，在右上齿轮这边有一个切换伺服器，你选切换伺服器之后，你可以去其他伺服器，然后去洗你想要的手抽。所以我切到这个21伏。然后去换这个，就是换我之前我有新开了一个账号，因为我觉得那个我这个手头刷蛮烂，我就是去试刷一下其他的符这样。好，那就是你一样刷到1至12之后就可以就是来刷手抽。那所以这个我可以我已经刷到1至12，我就可以来抽看，就可以抽个十连抽。好。咖啡小子，这个好像盐田和江。哦，零，哎，这个是不错的，哎，这账号抽的这个还不错，零是蛮推荐，我之前在手抽推荐有推荐给大家，克里斯好像还 OK 的角色，所以这次抽到的角色还不错，这个零还算蛮优秀的角色，
很优秀的这个冲锋型角色。好，那这账号好像比较欧啊，那抽一下单抽看看。好，那我再把之前那个礼包码复习一下好了，就是只要之前没有看我其他前面那一集的话，可以看这一集。我就把所有的礼包码，因为这个新账号嘛，所以就是把所有礼包码都输入一下，在右上角这个齿轮点进来，然后这边礼包兑换，就是刚刚那组是七个 V 嘛，这边应该也可以用啊，你只要在不同伺服器应该都可以用七个 V， 1234567，好，七个 V， 好，这个可以用，好，那我们再来一个一个去实测，应该是都可以用的。那我们就讲一下之前那个有中文那个这个礼包码中文 FB 粉丝团，有人是说打大小写都没差、啊，所以我等一下来试一下好了。粉丝团，然后两情相悦，两情相悦 ，FB 粉丝团两情相悦，好，这个也可以换。有人说大小写没差，所以我这次我就是用那个都用小写就好了。再来就是 Sandy2406， 我这次就不用大写，我就用小写。Sandy2406， 我们看一下可不可以。好，这个可以了，所以大小写真的没差，那我就是直接都用小写就好了。好，那就是有频道的观众有提供意见，就是说，大小写其实没差。频道有些观众都蛮优质的。好。再来，我们下一组 XIE， 然后 DUO2021， 所以大小姐没差，大家会比较好输入啦。XIE DUO2021， 好，那我们再下一组，所以输入起来会快很多。九 man 就是那个 YouTuber 九 man， 九 man， 然后再来三个六六六六，这个都是 YouTuber 的账号，然后他们是这个也是礼包码的序号，这样。好，再来 ，Coco Y 0205，这些都是可以输入，目前为止可以用的都可以用，就是我之前有实测过可以用，目前还是都可以用，所以大家赶快去换一下 Coco Y。你只要是无氪玩家或是有氪也可以都可以用0205，目前实测都可以。那你可以再开新的就是账号的话，也可以去用 Coco Y 0205，好，也是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我们再来下一个 Mr. MR。Mr. 然后 JOE Mr. Joe 然后 Hobby TV HOBBY TV Mr. Joe Hobby TV 这个也是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我们下一组 APP， 之前都说要分大小，现在这个就不用了，因为有频道就有提供意见是不用的，那我们就是都用小写就好。APPIS， 然后 SOCUTE，APP is so cute。好，那这一组也是可以使用的。然后最后一组 SHAOGAO，SHAOGAO 就是大小写没差 ，SS。AOGAO 这组也可以使用，所以目前呢，九组都可以使用，完全都可以使用，所以我今天要在实测给大家看的，这九组都是可以使用的，所以没问题，各位可以使用，好不好？你看这个信件里面九组邮件，这九组我开了一个新账号实测给大家看，这九组都可以使用的。好，那旭哥角之后有拿到更新的礼包码，我都会分享给大家，就是最新的礼包码，那大家就是敬请期待，好不好？那我把这个抽一抽好了，就把这个转蛋抽一抽，反正是小号嘛，我们就看他会抽到什么。我只是就是这组是这个账号开来实测给大家看的啦，因为有些之前有说不可以使用，我就觉得不太可能啦，所以我就实测都可以使用，这九组礼包码都可以使用，因为才刚开服而已嘛，你看一下不能使用很奇怪。哦，这只没看过，新角。哦，这个看起来就是烂货，一脸杂鱼脸，好不好？好，最后的，
哦，这只看起来好像还不错。海伦呢？哎，海伦呢？这个账号也太欧了吧！这账号抽到零，还有海伦。好了，那今天旭哥这个是最近的九组礼包嘛，我都实测给大家看了，都可以使用。那大家就是赶快去使用吧。好，那记得看旭哥手游攻略，我们下一集见。